嗨，这首歌送给喜欢黎明的朋友。喜欢躲在荧幕前，想办法制造人污点，却不敢露面，怕被人发现自己蓬头垢面，可能会露馅。满嘴的大道理，还不就网路霸凌？哇，这么厉害，先生，请问怎么没听过你的大名？你应该去找医生帮你开个药方。症状是会不自觉在暗地里靠墙。症状啊 ，fuck， 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请问你哪位？键盘如蛇不可耻，可耻的是爱而死。没事找事干你屁事，哎，爱怪谁事？算别人的错，讲的好像是问心无愧。被他罚的时候又说哦抱歉是误会，以后我要教好我的儿子不要变成这样。就连算命都比你有一个大个性状态，人生真的不能这样一直在浪费。但我浪费了一分钟的时间是想说，请问你哪位？